Welcome to Osaka. Sorry， 对不起，我睡过了。我十点十二点四十才看到手机，然后就炸起来了。我以为我起的最晚，没想到。我就知道他们今天有人在。我们我就知道他们起不来。我们睡过他。昨天群里面消息啊，明天一点我们集合吃饭，然后出发拍东西。魏总说了一句12点，我觉得12点就行啊，一点太晚了。现在是2:06，跟好领导的小步伐啊，天气好好啊。啊，我脚被夹住了，姐。幸好你穿着鞋。我曾经是热血高校的一员，站在顶峰的男人，由于一些学习的原因就放弃了。那现在呢，我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，我就要闯出一片天。正常要起来的时间，然后早餐没起来，然后后面就完了。你说日本的朋友早餐就是生鱼，然后每顿都是生的，大部分很多生的。你觉得他们肠胃能受得了吗？跟你们讲，其实正确呢，吃生鱼片窝豆子的办法就是一定要食指加中指拿到，他们是其实是不可以用筷子拿的，然后沾一下，对不对？沾一下一口塞进去。我把衣服搞上了酱油，等一下。你什么时候弄到了？应该是刚刚吧。一岁了，吃饭还弄到什么？三岁。转皮卡丘，我跟你讲，走开了，我先转皮卡丘。你是雷丘，你不是皮卡丘。一步一步是你，一步是你。那我先转个这个，黑黑的。一，这个中可。三，许愿。好，我要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姐，女神姐。啊，也是皮卡丘。真的是黑的。怎么了？黑的怎么了？你可以不要这样欺负我们家队长吗？我再来一轮。不可能。好了。是皮卡丘。我不要，你要不要？我现在要来挑战第三次。
我帮你。啊。嗯。为什么呀？他跟你。不行，我还要找。皮卡丘。耶耶耶！终于找到皮卡丘了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这个吗？我结束了，我结束了。哎，我要抽一个。哎，这个一个币就那我就来抽一个蜘蛛侠的好了，两个币一个。四个币对吧？两个。这个过瘾。送给我的粉丝，对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微博发了一张蜘蛛侠的照片，然后这次就想帮他是谁啊？毒液。OK 吧？我觉得毒液比较帅，可以扭了对吧？可以。我觉得他们都长得怪怪的。这是谁呀、啊？钢铁侠。钢铁侠，好吧，我的老师。你再抽啊！我再抽一个，我再抽。你是能抽到死尸，不是？抽到毒液的话，这是绝对能抽到的。你信我？这是绝对能抽到。来，好，蜘蛛侠，拿来。耶！我把蜘蛛侠送给粉丝，钢铁侠我就自己留着了。这个好了，哎，白色的也很可爱，这个吧。这颜色比较好，那我帮粉丝抽一个。你应该抽一个熊的呀、啊。你没有维尼啊？这不是维，这不是维尼，那个是柴犬。好帅啊，这个！我都把它抽到了，我要它，我就抽到它。是可爱的。哦，是这个，这个最可爱，我觉得。是可爱的，是他本人。哦、这个也可爱。是可爱本人呢、欸。怎么这么好？你看，是可爱本人。送你们。什么东西？这个。我抽到主角了。嗯、那好恐怖、哦、好恐怖，我不是这个路子。那我这个也给粉丝吧，这个这可爱的给这个愿意陪伴你每一个夜晚，就在你床晚上被吓醒。太难开了吧。这个皮卡丘是那个排队想要这个第一个有电的皮卡丘，或者是百变怪，然后百变怪然后一起来演，你是这样百变怪、哎呀，是谁啊？揭晓该答案到底是谁呢？就是，哦，是吗？这是谁？这是女生的皮卡丘，她有一个那个耳朵，有一个那个蝴蝶结。那我决定把这个送给可爱的粉丝。哎，我运气还好。我其实三个都可以。我觉得你抽到的是蜘蛛侠。我不在乎是哪一个。那你抽到蜘蛛侠，你要送给我。我觉得你会抽到毒液。嗯，是。蜘蛛侠。好可爱哦！你好准哦。那哪里有硬币、啊、我两个主角了哦，只有一个皮卡丘，那我就把最独特的皮卡丘送给你了。又是软汤，这个呢最吓人的那个就是拿着刀子然后满脸都是血的，这个呢你们就可以收到之后呢很开心的放在床头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像把它当成我一样每天晚上陪在你们身边睡觉。我要把这个可爱的皮卡丘同款，这女生皮卡丘送给粉丝，但是没办法，就跟我是情侣款，因为我也抽到皮卡丘。分男女。他有黑眼球有吗？没有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林超哲最近的新招就是他翻白眼翻出一个新高度，还要加驼背。那我怎么觉得翻白眼不太好？Hello，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抹茶冰淇淋店的前面气炸区，这应该。一个是茶吧，一个是抹茶，它里面是奶油哦，它里面都是抹茶粉哦，马西格达，哒哒哒，妈，好香，很香，是不是？这什么？是不是？哦，今天就说的是那一家。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排队、啊、排一下吧。前面那家是牛角面包。哦，你看，差不多，我们你看，淡定，好，我先走。淡定。我们
是香蕉奶盘吧。太激动没有办法点餐，现在过来的。上面那个 tart 就是很浓重的。那我现在就可以享受一下我来日本的时光，找一家日本当地很正宗的按摩店舒缓一下。有人在看我，我不做了，我本来想做点跳舞的。好，我们到了。我现在已经化好妆了。我们位于日本的唐人街。大东北为什么会有老成都纸上的？我给天津左发过去。满地卡，干枯。表面很贵的啊，我们讲的挺真心。男的啥？啥酷的？什么呀？那啥，我男的啥？对，那什么样的装？我们是假装他突然拍到我们，然后我们来看他。男的啥？男的啥？觉得这种自动贩卖机就里边的饮料都很好，特别好喝。姐，相机怎么关？快快快！都是钱啊，现在。都别又站一张了，我又咔又响，又响咔。哎，是不是在按这一关卡？对，真别闹，我这不那个，按这个是关吧，对吧？不是。我很怕你把镜头卸下来。我刚刚我觉得，哎，好像第一下还感觉有种钱的感觉，哎，摁第二下又有一种钱的感觉，完之后，哎，真的是要钱的。应该够。啊，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の今始まりますで、どうぞ。いろいろこう。可愛いですね。いや。可愛い可愛い。可愛い可愛い。可愛い可愛い。OK OK。ああ、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今度大阪で初めてに、そし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。そしてみんなさよなら。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。さよならください。さよならください。可愛い可愛い。本当にご苦労様でした。バイバイ。バ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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